大家好，我是王浩宇，目前是清华大学软件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今天我将介绍我们组的工作 IoTDB-Quality， 它是一个基于 IoTDB-UDF 的数据质量库。这是我今天报告的目录。首先，我将对 IoTDB-Quality 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接着，我将通过八个具体的应用案例来详解 IoTDB-Quality 的应用。最后，我将展望 IoTDB-Quality 未来的工作。首先进入概述部分。在讲解 IoTDB-Quality 之前，我必须先对 Apache IoTDB 做一个介绍。Apache IoTDB 是 Apache 基金会的一个顶级开源项目，它是一个一体化收集、存储、管理与分析物联网时序数据的软件系统，采用轻量式架构，具有高性能和丰富的功能，可以满足工业物联网领域的海量数据存储、高速数据读取和复杂数据分析的需求。而我们的 IoTDB-Quality 则是 IoTDB 的一个数据质量库，它基于 IoTDB 的用户自定义函数 UDF， 实现了一系列关于数据质量的函数，包括数据画像、数据质量评估与修复等，有效满足了工业领域对数据质量的需求。这是我们的网址，在这里我们开放了 IoTDB-Quality 的下载，并提供了详细的中英文双语文档，帮助海内外的用户更好地使用我们的 IoTDB-Quality。 下面我们来简要讲一下 UDF 的框架。这是一个常见的 SQL 语句， select aUDFBC from root.sd.g where time 大于等于。我们从 root.sg.d 这么一个设备当中把 A、B、C 这三个序列取出来，并且经过时间过滤。之后我们将 B 和 C 通过 UDF 函数处理，产生一个新的序列，将它和 A 对齐，并输出给用户。为了实现这一系列的操作，我们的 UDF 框架需要经过三层处理。第一层是原始查询层，它会查询整个 SQL 语句需要的原始序列，就像一个普通的查询 select a b c from root.sg.d 一样，并且它会将查询的结果传递给第二层 transformer 层。 transformer 层是整个 UDF 的核心，它负责将输入序列进行一定的处理与运算，实现特定的功能，生成一个新的序列。最后是 transformer 输出层，它会将 transformer 层的输出对齐，呈现给用户。最后用户得到的结果将非常类似于原始查询的形式。在这么三层的框架当中，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中间的 transformer 层。目前我们实现了数据画像、数据质量评估、异常检测、数据匹配、数据修复等多个类别的函数。对于这些函数的使用，下面我们将通过具体的案例进行讲解分析。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案例，数据重采样。数据重采样就是把数据从原始的查询的原始的采样频率转化成另外一个频率，它分为上采样和下采样。比如我们来看这里，左边这幅图是一个低频的数据，右边这幅图是一个高频的数据。我们把左边的低频数据转换为右边的高频数据，这是一个上采样的工作。反过来，我们把右边的高频数据转换为左边的低频数据，则是一个下采样的工作。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应用背景。我们的数据是这样的，它这个是一个声音数据，它的原始查询的间隔是原始采集间隔是两秒钟。由于 WiFi 传输的延迟和丢包，在这数据中存在着延迟，并也存在着部分的数据缺失。比如说我们来看这里，在这么两个点当中存在一大段的时间它都没有数据点，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数据缺失的现象。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两个数据点的时间间隔是三秒钟，大于标准的间隔两秒钟，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延迟，本来应该在两秒之后到达的数据，现在却在三秒后到达，这就是一个数据延迟。
我们的降采样可以把我们的目标是把原始数据降采样成一个频率为一分钟的新的数据。这个降采样有许多的优点，比如说我们的降采样的频率是比远远的比延迟要大，在这些延迟点仍然大概率是位于同一个窗口当中，因此我们这降采样可以有效的对抗数据延迟。同样的，降采样的频率也比原始采集间隔要大上许多，少量的数据缺失对于整个窗口的聚合结果影响也不太大，可以有效的对抗数据缺失。此外，许多的机器学习模型都只支持等间隔数据，因此我们的重采样可以把原始的不规则的数据转化成一个严格等间隔的数据，更加有利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应用。而且机器学习算法的复杂度很高，我们的降采样可以有效的减少数据量，降低整个机器学习的开销。我们来看一下 SQL 语句。select resample SE every 等于一分钟 aggregate 等于 mean interplot 等于 linear from root 点 test 点 D1 这么一个语句，它把 root 点 test 点 D1 点 SE 这么一个序列取出来进行重采样的操作。 every 对应的是一个重采样频率，它是一分钟。 aggregate 指的是一个下采样的聚合函数，我们这里采用 mean 均值聚合。 interplot 是一个上采样的差值函数，我们这里采用 linear 线性差值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原始的数据，它是一个非常密的数据，中间还有一大段缺失，经过了我们 resample 的处理，可以生成下图的这么一个新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数据比原来稀疏了很多，原来一分钟的数据现在被聚合成了一个数据点，而且中间这一段原本是一个缺失的数据，现在我们都利用一个上采样方法线性差值把它做了一个填补。在这幅图里面展示一个 resample 之后的数据，它就是一个严格等间隔的数据，可以把它投入一些机器学习算法。我们再来讲一下第二个 case， 数据质量。对于实际数据而言，数据质量至关重要。比如说，如果我们的数据分析基于一个低质量的时间序列，我们分析得到的结果就很有可能存在问题，进一步的可能对我们的决策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有一套对时间序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的机制，事先识别出低质量的时间序列，避免对后续数据分析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整理了常见的数据异常，并将它们归结为下面四个数据质量指标：完整性、一致性、时效性和有效性。完整性则包括四个不同的数据异常。我们来看数据丢失异常，它的意思就是说，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本来应该有一个数据点，但它却不见了。它是数据这么一个数据点，它的时间戳和值都发生了丢失，我们把它称作数据丢失异常。空值异常则是在某一个数据点，它的时间戳还在，但它的值丢失了，它的值是一个空值，这就一个空值异常。还有下面是一个特殊值异常，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时间戳没有丢失，还在，但它的值却是一个特殊值。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特殊值。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空气质量非常差，我们在一些 APP 上会看到当天的 PM2.5 是500，这里的500就是一个特殊值，它并不是真实的 PM2.5 浓度，而是代表着今天的 PM2.5 非常高，已经爆表了。类似的，在其他场景下还会有一些别特殊值，表示某种特别的含义，这就是特殊值异常。下面是一个时间戳丢失的异常，它就是刚好反过来，它的值没有丢失，但它时间戳发生了丢失，这就是时间戳丢失异常。我们再来看一致性。一致性包含两种异常，一是数据过密异常，指的是这里本来不应该有一个数据点，但它却多了一个数据点，这往往是由于数据重传
等其他等一些原因造成的。还有下面的是数据重复异常，这是两个数据点完全一样。再往后是时效性，时效性是包含了数据延迟异常。数据延迟我们在前面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本来它的数据应该在这么一个时间点到来，但它却发生了延迟，在后面的一个时间点才到来，这就是一个数据延迟异常。最后的是有效性，有效性包含四个不同的异常，分别是取值范围异常、取值变化范围异常、速度范围异常和速度变化范围异常。顾名思义，这四种异常实际上就是这四个值超出它应该的范围产生了异常。根据 IoTDB 的特性，我们发现在 IoTDB 当中，持续数据不可能发生时间戳丢失异常和数据重复异常。下面我们以完整性为例，具体的介绍我们的数据质量指标。我们曾经对某公司的工程车辆运行数据进行了数据质量分析，下图就是某一台车辆的速度序列的一部分。仅仅从这样的一个折线图当中，想利用肉眼对数据的完整性进行评判，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可以使用 completeness 这么一个 UDF 函数来进行完整性的评判。我们来看一下这么一个 SQL 语句 select completeness S1 window 等于 2000 from root 点 test 点 D1 where time 大于等于2020年11月1日4时48分0秒。这么一个 SQL 语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取出20年11月1日4时48分之后的 root 点 test 点 D3 点 S1 这么一个时间序列，把整个序列按照每个窗口2000个数据点的标准划分为若干个窗口，并计算每一个窗口的完整性。下图是 SQL 语句的一个输出，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序列的完整性基本维持在 0.6 左右，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完整性的意义，我们在下面展示了原始速度序列的一个片段。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数据当中存在着大量的缺失点，数据丢失异常非常严重。结合车辆的工作时间记录，我们推测出这台车辆的速度传感器可能存在着运行不稳定的问题，导致它的数据频繁发生丢失。类似的，我们对一系列工程车辆都进行了数据质量评估与分析，向该公司提供了数据质量报告，为该公司利用信息化手段发现和解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下面是第三个 case， 异常检测。在异常检测当中，基于阈值的异常检测是非常常用的。所谓基于阈值的异常检测，就是我们设置一个阈值，凡是超过阈值的这些数据点，我们都认为它是异常点。那么这个阈值一般是怎么设置的呢？ K-sigma 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原则。所谓 K-sigma 就是设置一个基准，凡是与基准的偏差超过 K 倍 sigma 数据点都被我们视作异常。这 K-sigma 有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一种是 mean 加上 SD， 就是把均值作为基准，把标准差作为 sigma。另一种是 median 加上 MAD， 就是把中位数作为基准，把绝对中位差作为 sigma。 我们再看一下这些统计特征都是如何计算的。均值和中位数比较简单，不再多说。标准差实际上就是把所有元素与均值的偏差的平方做一个平均，再开方，使其与原始数据的单位一致。至于绝对中位差，在计算时，我们先计算每一个元素与中位数的绝对偏差，产生一个新的序列，再计算这个新序列的中位数，这就是绝对中位差。那么，这两种 K-sigma 实现方式有什么优劣吗？均值与标准差的计算相对简单，存在着流式的精确算法，可以在 O1 的空间复杂度下增量式计算。而中位数和绝对中位差的计算则相对复杂，精确算法的空间复杂度都为 ON， 但它有一个显著的优势，就在面对极端值的时候，
MAD 叫 SD 更加鲁棒。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左图是一个干净的交通数据集中的速度序列。在右图当中，我们加入了少量的异常点。我们可以发现，在加入异常点之后，整个序列的 MAD 绝对中位差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而它的标准差 SD 则发生了一个显著的跳变。这个显著的跳变就对我们后续的异常检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使用 MAD 和 SD 实现三 sigma 阈值。我们来看这两张图，左图是在一个干净数据集上的两个阈值，可以看到两者的相用 MAD 和 SD 做出来的两者的阈值相差不大。但是如果我们在脏数据集上，我们可以看到绿线代表的 MAD 的阈值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红线代表的 SD 标准差的阈值则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阈值向两侧扩张非常大。这就使得许多原本在红线之外应当被视作异常点的数据现在都跑到了红线之内，不再被视作异常。那么我们整个异常检测它的召回率就会发生显著的下降。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SQL 语句。我们使用 median 和 MAD 这么两个 UDF 函数来分别计算这两个指标。对于这两个指标，我们都实现了精确算法与近似算法。这里是通过 arrow 这么一个参数来进行控制的。当 arrow 取作0的时候，我们就会调用精确算法来进行计算。当 arrow 大于0的时候，我们就会调用一个近似算法来进行计算。这里的 arrow 实际上就是它的整个误差上界。在实现近似算法的时候，我们参考了下面列出的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分别实现了中位数和绝对中位差的近似算法。这两种近似算法都可以有效地节约空间复杂度，防止在大数据量下出现内存不足的问题。在利用上面 SQL 语句计算得到了中位数和绝对中位差之后，我们利用 range 函数来进行异常检测。range 函数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一个是 upper bound 上界，一个是 lower bound 下界。我们利用前面计算得到的中位数和绝对中位差来计算 k sigma 的上下界，填入参数当中，就可以把超过阈值的这些数据点都标记为异常输出出来。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 case， 虚井过滤。我们来看一下这么一个数据集，这个数据集是一个水温数据集，它的警告策略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观测到温度低于预设的阈值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需要进行报警。但这里的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大量的数据点都在这个阈值之下，这里就产生了大量的虚假警报，使得我们整个异常检测的 precision 精确率非常的低。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呢？我们的策略是时间序列的匹配。如果我们发现某一个候选子序列与之前记录的真实警报的子序列非常的类似，我们就认为它也是真实的，系统应当报警。相反，如果某一个候选子序列与之前记录的虚假警报子序列非常的类似，我们就认为它也是虚假的，系统则就不应该报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在三个不同的数据集上，这种虚警过滤的策略都可以减少 80% 到 90% 的警报次数，可以大大的减少误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工作的流程。对于一个输入的数据，我们先进行跳变修复，把其中一些明显的是由于传感器异常导致的跳变点给它修复回来。接着我们从阈值表中读取阈值，经过过滤把这些候选子序列都找出来。接着我们去对它进行匹配，我们利用一个真实警报数据库当中的数据作为模式串模式子序列对它进行匹配，
找到那些非和模式的子序列非常类似的子序列，那么它们就是一个真实的警报子序列，应当予以报警。如果我们发现它和所有的真实的警报子序列都不类似，我们就去计算它的 LOF 值，来看看它和历史上的那些虚假的子序列是否类似。如果说某一个序列的 LOF 值非常高，那么就意味着它是非常罕见的，在之前没有出现过，我们就应当对它进行人工检测。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 C code 语句。在进行跳跃修复的时候，我们会使用 value repair 这么一个 UDF 函数进行修复，它可以把数据中的跳变点修复掉。在之后我们进行过滤，过滤也是使用一个 range 函数利用阈值来进行过滤，它这边的下界 lower bound 是从阈值表中读取的。在此之后我们采用 DTW 这么一个函数进行序列的匹配，我们把一个候选的子序列同一个历史上的真实的警报的子序列进行匹配，如果它 DTW 超过了阈值，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真实的警报子序列，应当予以报警。之后是一个 LOF 的计算，我们用 LOF 这么一个函数进行计算，我们 LOF 值越低，就意味着它在历史上出现的越频繁，因此我们把那些 LOF 值特别高、特别罕见的子序列挑出来，进行人工检测。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五个 case， 轨迹分割。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问题的背景。运煤车会将煤矿或者泥土从矿区拉到对应的处理厂进行装卸载，在这个过程当中，运输费用是按趟来结算的，也就是说司机每运输一趟要向他支付一趟的运输费用。目前这是通过人工发票的方式来统计运输趟数的，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自动的计数，来减少这中间的人力成本。我们知道每一台运输车辆上都装有 GPS 系统，可以提供车辆的轨迹信息。我们现在任务就对运输的轨迹进行分割，来自动的计算这台运输车辆它到底运载了多少趟。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是，车辆在装卸载的时候一定是停止的，我们可以根据车辆速度来分割运输轨迹。比如说我们来看这里的黄线，当车辆在停止的时候，这是一个装卸载的过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停车都意味着装卸。我们来看这一段，这里的弯道停车就会被误认为装卸区域，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区分。我们的想法是利用轨迹的对称相似性来进行判别，如果它是一个装卸的过程，那么它就是像左边这条黄线一样，一进一出，轨迹折叠相似度会非常的高。而如果它是在一个弯道上的临时停车，那么它就类似于右边的这条黄线，一进一出，轨迹折叠相似度会非常的低。利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轨迹的分割，实现 0.84 的准确率。我们来看一下 C code 语句。首先我们需要进行异常点的修复，也是利用 value repair 这么一个函数。我们可以看到图中的这些轨迹有许多的长直线，车辆在上一个时刻还是在直线的一端，下一个时刻就跑到了直线的另一端。显然这运输车辆是不可能会发生瞬移的，这是 GPS 漂移的结果。我们需要对这些漂移的轨迹进行修复，利用 value repair 这么一个 UDF 函数。在完成修复之后，我们需要寻找数据中的所有的对称子段，我们利用 pattern symmetric 这么一个 UDF 函数来寻找它的对称子序列。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六个 case， 寿命预测。在船舶之上，所有的配件都有着一定的寿命，当配件的使用时间达到了它的寿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检查或者更换。比如说主轴承它的使用寿命是6000个小时，在达到6000小时之后，
我们需要用钢丝对轴承边缘进行检查，推力轴承的寿命也是6000小时。在达到寿命之后，我们需要对它轴向和垂直间隙进行检查。台板的寿命是3000个小时，在达到寿命之后，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更换。然而，目前我们不能够对配件的工作时间做出准确统计，这使得我们对配件的剩余寿命的估计并不准确。我们往往采用一些经验性的方法来进行寿命的估计。比如说，我们经验性的认为某一个配件一天工作8个小时，然后乘上天数，就是它的工作时间。这显然是并不太准确的。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利用传感器的读数来判断是否开机。然而，这数据中的异常点会对我们产生误导。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例子。图中箭头所指的地方就是实际关机的地方。然而，这边圈出来的三个异常点会使得整个系统认为在这一整段时间都是开机的，仅仅是发生了部分的数据缺失，这使我们的工作时间统计存在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工作流是这样子的：首先是对异常点进行过滤，在过滤完异常点之后，我们去计算序列的time difference 时间差的这么一个新的序列，计算它中位数和绝对中位差。接着，我们来对整个的系统它到底有没有开机做一个识别，统计它的开机时间。当它整个的开机时间超过了寿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报警，让工作人员去进行处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 C 口语句。在异常点过滤这么一个工作当中，我们会使用 two-sided filter 这么一个函数，它可以把数据当中的开关机的异常点进行过滤，把它给删除掉。在删除之后，过滤之后，我们使用 time difference 这么一个函数来获取整个序列的相邻两个数据点之间的时间差。在此之后，我们使用 median 和 mad 这么两个函数来对时间差进行统计。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它中位数是1000毫秒，这个中位差是0毫秒。我们利用这两个值可以计算它的整个开关机的阈值。我们这样子就可以通过 range 函数把超过阈值的都认为是一个关机的时刻，找到它到底关机多少时间，相应的就可以算出它开机多少时间，把它进行累加，就可以得到整个配件的工作时间，进而估计它的寿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七个 case， 时间戳的修复。一般来说，传感器的采集间隔都是一个硬编码的固定的值，但是由于网络的重传或者其他网络传输或者其他原因，这些记录下来时间戳并不是严格等距的。比如说，下面这一小段的数据就有7秒、5秒、8秒这三种不同的时间间隔。因此，我们需要对这种不等间隔的数据进行一个修复。基于最小修复的原则，我们把它修复成一个等间隔的数据。它的工作的流程是先计算时间差，再从中来得到标准的时间间隔，最后再利用最小代价把它修复成一个等间隔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 C 口语句。计算时间差也是和之前是类似的，在计算完时间差之后，我们使用中位数来进行作为它的标准时间间隔。在得到标准时间间隔之后，我们把它作为 timestamp repair 这么一个函数的 interval 的参数，使用 timestamp repair 这么一个 UDF 函数来进行时间戳的修复。可以看到，像左边这么一个非常的时间戳时间间隔不一致的这么一个数据，可以把它修复成右边的时间间隔严格相等的这么一个数据。下面是第八个 case， 缺失值的填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的背景。我们有这么一个应用分速预测，它是这样子的。我们会使用第一天0点到第二天6点，这边有30个小时的气象数据，去预测第二天6点到第三天24点，这边未来42小时的分速数据。但我们的数据中存在着缺失问题。比如说，在图中展示这一段，红框框出来的部分，就有一个数据点发生了缺失。这种数据缺失将会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许多机器学习算法当中，缺失值都是不被允许存在的。当前的处理方法非常粗暴，只要某一天的数据中存在着一个缺失，就会将这一天的数据全部丢弃。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使用的气象数据是一个高维数据，共有超过500个维度。这500多个维度再乘上整整24个小时，这种操作会把大量数据丢弃，对于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算法而言不太有利。因此，我们希望做一个缺失值填补的工作，通过一些算法来补全缺失值，把原本丢弃的数据捡回来，以及提高预测的精度。这是我们的 C 口语句，我们使用 value fair 这么一个 UDF 函数来进行数据填补，它可以把数据中的 NaN 填补成一个具体的值。我们目前支持这么五种不同的填补算法。Previance 方法会使用数据中的前一个有效的值来进行填补。Dnet 算法会使用缺失数据点它前后两个有效点进行线性差值填补。Mean 则会使用局部的均值来进行填补。AR 会建立一个 AR 模型来填补数据当中的缺失值。Likelihood 则会对数据的速度变化的分布进行建模，通过极大化概率自然的方法来推测数据的缺失值。我们来看一下 SQL 这么一个 value fair 这么一个 UDF 函数它的效果。在对于图中这么一段数据，它有若干个缺失点。我们可以看到 linear 算法可以有效的把填补数据的趋势性信息， likelihood 的算法则不仅保持了数据的趋势，而还使得数据的变化更加的缓和。最后，我们来展望一下 IoTDB-Quality 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其中一个发展方向是一个频域分析的方向。众所周知，时域和频域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快速复列变换 FFT 把时序数据转化到频域上。在这一方面，有许多应用。一个非常传统的应用是齿轮故障检测。机械工程师们总结了齿轮在正常状态下和各种不同的故障下它的时域和频域特征。比如说，左边的图片就展示了一个正常齿轮的时域频域特征，而右边的 图片则展示了一个不同轴的齿轮它的时域频域特征。可以看到，两者的特征非常不一致，波形和频谱的差距都非常大。因此，如果我们得到了一个齿轮振动数据，就可以综合它的时域和频域的特征来判断它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故障。这就是一个齿轮故障检测的应用。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未来发展方向，一个叫做波形分解的方向。我们可以对我们有的数据是一个时域的数据，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分解，提取它的趋势性信息和周期性特征。比如说，对于一个原始的时间时序数据，我们可以应用一个低通滤波器，提取它的低频的特征，获取它的趋势性信息。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应用一个高通滤波器，来提取它的高频特征，获取它的周期性信息。通过波形分解，我们可以获得对时序数据更加深层次的认识，有利于后续的数据分析、预测等多种应用。最后，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关注。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